员透过星光大道出道，多年前投资过烧烤店，后来退出这门生意，也曾当过外送员来帮忙补贴家用。日前林道远的老婆张静婷登上节目时透露，自己曾问老公在送外卖的过程中是否遇过 OK 或印象深刻的事，对此老公诚实回答说有，透露自己前几天遇到有个外国女孩居然全裸出来拿外卖，还大赞对方身材很好。张静婷听完后超走心，不敢相信林道远竟然会对这种事情印象深刻，表示不是应该拿了钱之后赶快去送下一单吗？怎么会去直视人家身材，让他直呼无法理解。对此林道远则解释道，自己送那一单外卖时爬了6层楼的楼梯，当下看到对方如此大胆的举动，心里觉得有些安慰，虽然已经结婚多年，但也有种小艳遇的感觉啊。Bye.